来到垂杨路上与民国路交叉口的这家火锅城，是一间内含百种以上食材的火锅百汇。除了众所周知的火锅外，还有沙拉、熟食、甜点、冰品等等多元化食物。招牌汤头除了日式海鲜外，其他特殊口味的汤底，举如麻辣汤底、酸甜的韩式泡菜汤底、微辣香醇的蒙古汤底等，也都深受大家喜爱。而来到自助开放区，哇，这里架上的锅物整个满满满，从上到下，由左到右，数十种新鲜蔬果经由自家的物流车直接产地每日直送，以当季新鲜的食材货源提供给顾客，让大家能吃到最新鲜的菜色。水莲、高丽菜等等，绝对是清脆甘甜。不过火锅党们要如何轻松吃没负担，又该怎么吃最划算够本呢？不管是猪肉、牛肉，都是由服务人员新鲜现切，保证无限量供应，让您爱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另外还有海鲜类霸气供货，新鲜的鱼货、三类、鱼类、鱿鱼应有尽有，不怕您吃太多，就怕您吃不饱。让你印象最深刻这一家店，你觉得是什么？就是它这边有现切肉，然后就是它的肉吃起来也不会很柴，然后它的牛肉、猪肉吃起来都很好吃。现切的就是新鲜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而且它种类也还蛮多的。它还蛮多种选择，牛肉、羊肉、猪肉都有。所以才深得你的爱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爱吃肉的人一定要来这边。对，因为这里海鲜还蛮新鲜的，它种类又多，又无限量供应。对啊，有虾子啊，有鱼条啊。生啊，还有鲈鱼，对，都蛮好吃的，而且会不定期的更换，就是，是，然后就是你想吃多少就夹多少，对，啊，它会再补上来，是 ，OK， 非常的大方，就是，对对，就是新鲜就对了。在煮锅的等待时间，绝对不要亏待自己，直奔熟食区，超多种料理，想吃什么就拿什么。像是这笋干猪脚卤得很入味，一咬下去 Q 弹口感，理智线瞬间断裂，只想一盘再一盘。不过建议您每样都拿一点就好，因为后面还有好多种东西可以吃呢。继续前往和食区走一遭，寿司手卷，日本料理界高档货，这现场手做的寿司手卷无限量供应，爱吃几卷就吃几卷，口味任挑。因为这家火锅城就是任性的要喂饱大伙儿，当然铁板料理一样精彩不能错过，干煎鸡腿排火候掌控完美，将鸡汁锁在肉里咬下去保证惊艳。还有台湾专属小吃欧北菜，皮蛋、油鸡、鱿鱼、时蔬，加上五味酱、蒜蓉，好吃到不要不要的。外面切一盘不便宜，这里保证无限量供应。当然烤物区和热炒区也是老饕必逛的区块，这炙手可热的佳肴一出场，可让食客们争着排队品尝呢。所以为什么会想到说来这家火锅城来吃的？因为两个小朋友他们的选择性都不一样，然后这边的选择很多，你看有寿司啊，然后有鸡肉啊、萝卜糕啊，还有猪脚，还有虾子，铁板的啊，日式的啊，然后你说涮牛肉啊，然后品质也都很好，对，所以选择性很多，所以我也喜欢带他们来这边吃。对，而且大人小孩都兼顾。对，没错，所以喜欢他们两个人很喜欢来这边。五脏庙在基本饱足后，这里不容错过的甜点、冰品、饮料区，当然也得来尝鲜逛逛。看到柜上的各种日式、西式的甜点，举如绵密口感以及棒的香醇奶油布雷，或是让人有恋爱感觉的泡芙，多款品项整个让您少女心大爆发。接着再来一个泰国专属的榴莲冰棒，美妙的榴莲味让您的味蕾换口味的同时，五脏庙也能稍加缓和一下。最后来盘水果，再打个饱嗝，整个人生就是很对味。所以来这边你最喜欢吃什么？薯条。还有呢？蛋挞。蛋挞。还有嘞？布丁有没有？有。有。还有什么？还有鸡块，对不对？嘿。鸡块、养乐多，好多你的呢。还有苹果汁。哦，还有苹果汁。所以你有没有每天吵着妈妈说我要来这边吃？有。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我们下一季将推出新的菜色、新的海鲜及新的肉品，这些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粉丝团看得到。如果大家有宝贵的意见，可以在上面做留言哦。感谢各位的意见。不
论您想亲友聚会、公司行号会议聚餐，火锅城一二楼的用餐空间大而舒适，都能满足您的需求。来这家火锅城客火锅，您大可尽情搜刮、尽情品尝，只要您肚子能撑饱，他们都不怕您来吃。只不过切记别浪费食材，爱惜食物才是王道哦。